时就可以按住右键发射寒冰气息了，直接把村民变成一座冰雕，大夏天的给他解解暑。先生们、女士们、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可是给大家带来一款高质量模组——叫莫兹的怪物，应该是这位作者的名字。现在的 MC 世界中有了三个守护神，他们分别在雪地、草原和地牢这三个地方。据说打败他们能获得强力的武器。在开始前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模组里的一些小怪，就比如这个，看上去像食人花呀，但它确切的名字叫巨石叶，我觉得还不如叫食人花呢。当生物靠近它的时候，就会发动攻击，伤害还是蛮高的。所以现在的 MC 世界处处隐藏着危险，特别是在丛林中，需要多加小心。击败它就能获得一颗种子，我觉得拿去种在自己家附近挺好的，晚上可以用来防其他怪物。好的，我们先去看第一个守卫者，他是一位守卫着地牢的骑士。虽然不知道在守护什么，但是只要是踏进这个地牢的人，就会遭到他猛烈的攻击。不过这个地牢怎么漏水了呀？漏水后他的行动能力好像受到了限制，咱们还是拿到上面去介绍吧。他的背部插着一把钻石剑，也不知道是被谁偷袭了，全身都穿着坚硬的盔甲，普通攻击是无法对他造成伤害的，只有等他攻击下去的那一瞬间才能对他的背部造成伤害。他的伤害也非常高，即使我身穿合金甲再吃附魔金苹果，还是顶不住他的三下攻击。但是不好意思，我有其他的办法。六一宠粉 PK 赛，快去店铺动态里帮我点赞打 call 吧，点赞量累计排名第一。6月1日活动当天有机会0.01元抢阿阳同款抱枕，还有超级满减下单有礼等活动，给粉丝宝宝们带来惊喜哟。击败后就可以获得他的头盔和武器，戴上后就是这个效果，这个气质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啊、有那么一丝丝 boss 的感觉。武器分横劈和竖砍两种攻击模式，竖砍的话还能震动大地，把方块和敌人都震动起来。第二个守护者是生活在雪地的霜冻巨兽，而他手中的那颗宝石则是强力的武器，我们可以趁他睡觉的时候偷偷拿过来，这个时候他就没有特殊能力了，只会近战攻击我们。但是当他有这颗宝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他会从嘴里发出强大的寒冰气息，被攻击到就会变成一座冰雕，控制时间也挺长的，非常的难对付。击败后就能拿到这颗宝石了，我比较推荐第一种方法，就偷走他的宝石，不跟他正面冲突，拿到宝石就可以按住右键发射寒冰气息了，直接把村民变成一座冰雕，大夏天的给他解解暑。第三个守护者是生活在草原的一群部落族，这些都是他的手下，攻击力不高，但数量非常多，很难对付。这些其实都是面具变的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死后会化身为一副面具，戴上后会有不同的效果。然后这个太阳酋长就是这里的 boss 了，他会各种光线技能，非常的厉害，离近了还会把我弹出去，最厉害的是还会发射激光。好家伙，你这是从奥特曼那里学来的吧？还有这招把我吸过去，然后产生大爆炸。击败后就能获得他的面具，戴上后就有了他的能力，我现在也可以发射激光了。然后这款模组的话，我觉得制作非常精良，里面还有一些小怪物之类的，就不过多介绍了，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载体验一下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是和莫影龙过不去的布灵布灵灵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